大家早上好呀，刚刚安置好小彩龟后，突然发现这里有个东西在爬，看得不是很清楚，走到这边看一下。啊，好像一只螳螂，我试图把它抓住，好像不太敢抓，我怕它的大刀夹住我。让我想想怎么把它抓住。对了，拿个捞网来，就放它前面。进来吧，小家伙，乖，真听话。我家楼顶怎么这么招螳螂喜欢？上次在旁边也抓了一个，楼顶就种了一点点红薯菜，也没有小虫子。这么高爬上来，它应该不是来找食物的吧？把上次抓到的螳螂拿过来，把它们放在一起，看它们会不会打架。也不知道是公是母，这个螳螂盒子挺不错的吧，自己 DIY 制作的。把它放进去了，看看它俩对不对上眼，好像在擂台上的感觉。开始围着擂台转一圈，转了一小圈就碰头了，实属有点尴尬。你别看我呀，你的对手在你左脚边上，不要背对着你的对手，这样很容易被偷袭的。虽然你个头大一点，但是也别轻敌。我们换个角度看一下，咋还没开战呢？哟，体型小的不敢正面刚，只能搞偷袭了，掉下去了，先缓口气。大螳螂被小螳螂的双刀夹住了，很难翻起身来。练过柔术的同学都知道，一旦被对面锁住就必输了。咦，好像情况不太对，大螳螂是不是跟他说了什么悄悄话？小螳螂竟然放开了双刀，这有点搞不懂了。大螳螂转过头，好像对小螳螂臭骂了一顿，你这小子胆真大，你都敢偷袭，年轻人不讲武德。小螳螂听了瑟瑟发抖，他俩这个姿势持续了十分钟。趁他们在聊天之际，我制作好了一个螳螂盒子，还是把它抓出来吧，不然我会损失一个小宠物哦。来，下来，这才是你待的地方，先熟悉一下环境，明天去菜地里抓虫子给你吃。